下次见。说吧，朋友，为了部落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为了部落。我需要目标。我们会成功的。你看起来很好吃。一路顺风。没有比身为部落先锋更高的荣耀了。鲜血与雷霆，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。靠近点，朋友。我在一里外就听见你了。你带来新鲜的尸体了吗？我好饥渴。你带来新鲜的尸体了吗？我们几个人以寡击众，真死。小心那些联盟。哦，我还活着吗？力量与荣耀 Mogra， 有我能帮忙的吗？ Zugzug， 为了部落的荣耀。
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他太远了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将会胜利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你好啊，保重。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我需要目标。有何发现，探员？你想要什么？有什么要修理的吗？幸会，我能帮你什么忙？这片土地在考验我们，朋友，逆境是我们的老搭档。见到你真好，朋友，逆境是我们的老搭档。你想要报告什么吗？我有合适的工具。你想要什么？好好瞄准。怎么了，探员？他太远了。我有合适的工具。有我能帮忙的吗？很高兴见到你。你能再说一次吗？有人需要治疗吗？我能帮你吗？你好。